新手爸爸好难当。吴南一逼我要剪脐带，剪脐带吗？对，可是妈妈的身体不是在旁边吗？对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以为是连在哪里啊？有在吗？是被呛进去的。有一个阿姨啊，然后她就说：“阿丽被你摆了。”哦，哇，还在犹豫。阿丽是冒险王。